拜拜。不能接受。怎么是这个啊？我往下睡。麻烦了。因为上面除了出口以外，没有别的水流吗？不是啊，因为刚刚我有回去再补一个方块，就补那方块，造成水流就坏掉了。不能接受，气死！啊，还以为完美了呢。还好啦。你看，就个方块在这边而已。是怕越盖越惨而已啊。这里，哦，往下，啦啦，补掉了。说钓鱼竿把难度调成困难呐、啊，怎么升那么慢呐、啊？见证奇迹的一刻，看，那就没有水流了。楼上的跟你换账号，哎呦，来啦，水不见了。然后城市嘞，那么城市，哎、欸，在忙，不生，多好的会生呢？我想是不是现在检测简单啊？哎，真的是只能等缘分了。哎呀，雨掉下来了。啊，缘分呐、啊！拿海灵核心。安德塔用水，安德塔用水，这是城市塔，没盖过嘛，试盖看看啊。海灵核心一下，热坦克如何成？沼泽生态区吗？没有哦，沼泽生态区是效率最差的哦，河流才比较高诶。我有盖过啊，这个吧。这个是我们家这边的，这就是我们家，然后盖一样的位置在这里，你看，生一大堆，超会生。
意思。对。看，这些，那、啊、你说沼泽哈，然、啊、后这个是海洋地形的，海洋地形就还 OK，比较慢一点点。那远方有盖吧？我记得我那时候盖一个啊，哎、欸，没有哎、欸，可能是另外一张地图了。没关系，来测试。我才刚盖好，有办法自动聚怪啊！我把村民上去就好啦。那、啊、再来一次，好，二九，哎、欸，龟蛋也可以啊，可是。哇塞！为什么我那时候盖没有，现在盖就有，而且完全不用遮欸。哎呦，可是水好脏哦，而且离我们家好远哦。来，来试试看，五、七、九、五。我也记得是河流比较多啊，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盖在这边，结果里面只生鱼，没有生任何城市。哎呦，好像不够大欸，没关系，一只啦。看一下哦，你们可能看这边很多只吧，可是，好。这边大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只嘛，九只，好，九只。哪里？南怀这边。对啊，我在想，就是伺服器那边有像那个谁，福谦他们在挂那个。你看，这边就几只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这边就20只了，欸，有没有？水填满不用水，只要从上往下倒就好了。哦，手机版一大堆哦，反正电脑版，你看这个效率多恐怖啊！对啊，我觉得就是有其他地方，而且我海龟蛋是不能这样放啊，它完全不会来踩诶、欸，三叉戟。
哦，那顺便来练习一下，海灵核心。我都是先在伺服器拿种子嘛，然后再单人这样子盖，因为我不想要破坏游戏体验。就是先单人确定可以之后，我再搬过去伺服器来盖。不然你在伺服器纯手工盖出来又失败，啊不知道哭死。哎、欸，海灵核心在哪？哦，在这。对啊，伺服器真的超差的哎、欸，像之前玩那个空岛啊，玩什么的就很差。看一下哦，这个地方放对不对？然后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然后这样包起来吗？诶，有，它有动了，它有动了。哦，就是这样吗？我们很棒，好像太大了，不用那么大吧？我记得当时杰瑞是这样盖的吧？诶，这样就行了，诶，诶，怎么他受伤了？哎、欸，为什么会受伤？他怎么了？怎么这样？Why？为什么？等下海灵核心会让他们受伤哦。不能有方块哦，这样子吗？来踩啊！核心会攻击怪，哇，这么棒哦！对呢，哦，海灵核心极限的效果，最少还分极限哦，哦，好屌，那不就真的不能盖海灵核心了？我的妈，哦，因为之前没有摸这一块，所以不知道，感谢感谢。那不就只能靠村民了吗？村民在哪里啊？而且这材质包的蛋超可爱的，你就是看图片就知道是什么蛋了。你看啊、哦，像这只苦力怕嘛，伊欧伊，然后生那个幻魔者，还是蜘蛛，这啥？中介蘑菇牛，这材质包超可爱，村民。看一下哦。反正我是想说，就是盖个村民，然后四周放那个灵魂沙，然后往上推。像这个样子，可以这样吗？哦，可以诶。哦，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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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哎，够了，够了，够了。哇，哇。哇！你去死吧！去死啦！虽然不是我辛苦带进去的，你们去死啦！什么啊？打你脚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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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脚脚。海龟蛋下面换泥土，不是啊？换泥土有用吗？我现在反正就是先实验嘛，实验最后再搬过去伺服器。海龟蛋，这样吗？
没有，它有在动吗？它有想攻击吗？有诶、欸。哎、欸，好可爱哦、喔！可以，可以，可以。那、啊、为什么刚刚换玻璃不行？啊，结果啊，没有，这边没有，这边没有，没有东西。啊，白痴哦、喔！如果要冲上去，我这边也要做水源头哦。还是我这边这样盖就好了。还有告示牌嘞，告示牌，打了。啊，你怎么进去了？谁准你进去的？谁准你就谁准你进去的？这样可以吗？啊，接过啦，接过啦。哎，接过啦。